民国二十六年是台语歌曲全盛时期，日东唱片、太平唱片、OK 唱片、东亚唱片、洋飘唱片、新歌唱片，拢是当时响亮的唱片公司。每年带着歌星去到日本去录音，本质不只粗哩，具有罗曼蒂克气息的这块对话，也是迄阵的出品。我真爱想袂开，做你来，天甘蜜甜的世界。欢喜我来去，免做你少年不好谈好事。